在过去的佛法里面，六祖还没有这样说之前，我们当然我们知道我们有佛性，我们更肯定我们的习气业力，而那个清净的心跟习气业力好像是分两边的。但到六祖这边的时候，他就把那个清净的心跟习气业力当成一，就当下这一念，当下的起心动念就是你没有离开你清净的心，但是它的内涵虽然不离那个清净的心，但它的内涵还是缘起啊。我们知道缘起不可得，所以你要转就很快，而不是要全部转完以后才能够清净的心相应，不是。所以六祖他厉害就厉害在这个地方，我不问过去怎么样，不问未来怎么样，我只问我现在怎么样。我现在不问我有没有清净心，只问我当下这一念有没有清净，不问当下这一念有没有清净，只问我懂不懂念不可得当下清净啊。这个一层一层的弄上来，你就会越来越亲切啊。起恶念没有关系，不执着，不跟着他走，恶念又是什么？恶念不可得啊，恶念没有自性啊。你当下生当下灭，业力在哪边？你时间越短，不怕念起，只怕觉迟。恶念起来，零点一秒；恶念一百，零点一秒，它能熏多少？所以你转得越快，转得越快，那个业力就消得越快啊。你转得越慢呢，业力就停留越久，熏习的就越多。即使它是无记念，它也会挡住你的生命的前进。也很简单嘛，你现在什么都不想。在那呆坐，那就无忌了。无忌损失的是谁？损失的是你的生命啊！无忌虽然没有三恶，但是你的生命就这样流踏掉了。所以我为什么会那么急？就发觉很多人天天都很用功在做功课，但是发觉都是无忌，没有意义。这样修久了会越来越笨，修久了那个念会越来越不如理。久而久之，你就不仅仅清净心找不到，你想运用你的念，念也变得没有力量，因为你常常把它摆在一种失重的状态，就没有效的状态。讲好听叫念而无念，讲不好听叫念半天也没有用，念半天也没有用，因为它跟你的觉照、跟你的清净都不相应，跟那个昏沉、跟那个无记相应。学佛最怕的就是这个，那我们先几乎都用那个在学，用那个在修，好。